一年一度的彭阿美冰杆比赛颁奖典礼，七月十号伫新竹明治市政中心举行，由着黄伟哲市长亲自甲特等奖含着头等奖的奖牌送到得奖者的手中，同时做伙翕相做纪念。台南是全台湾养蜂重镇，那我们这个龙眼蜜其实是台湾市场反应很好的啊，所以我想接下来哈，我们除了我终于找到目标了哈，现在除了咱一百亿的每一个年初卖凤梨，年中卖酸亚，啊，中秋卖文旦之外，我还要找一个卖蜂蜜的哈，还有我们接下来卖六甲米哈，阿后碧米都是很有，所以很谢谢那我们辛苦的养蜂农，在现在气候的影响，蜂蜜越来越少，但是我们蜂农都很优秀，很感谢大家的努力，能够让咱台南的蜂蜜好，蜂蜜台南蜜会上哈。啊，顶到有名声，下到有出名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。颁奖典礼现场特别安排台湾市蜂仔协会为大家来介绍蜂蜜，黄伟哲也趁这个机会来体验加蜂仔蜜，试一下蜂仔蜜的好滋味。因为几片我们送的哦，几片我从哦，好，阿妹都弄出来啊，阿只三块加四个块，这样嘛，啊。有的吃到有大过呀，没关系啦。啊，你来给尝试一下蜂蜜哦，很好，新奇的。每一批都是非常非常珍贵，也非常非常的香醇。好，市长这一口，耶、yeah ，赞！另外，局长谢耀钦来表示讲，台南市正营业的面积有3768公顷，年产量24344公吨，是全台湾第一的。市蜂的户数108年的时阵，都有146户，24545箱。